在首尔随处都可以见到白中原大叔开的餐厅了。白大叔的餐厅一般性价比比较高，这家烤肉店的一大亮点就是 Lisa 也去过，这家烤肉价格普遍10000韩币一份，理论的话人均70-80就可以吃饱了，和五花肉的味道一般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推荐这个酱猪肉卷，有辣味和酱油两种口味，猪肉卷切得很薄，烤的过程中酱汁也被猪肉完全吸收了，一口一口的猪肉卷真的太过瘾了，一定要试下这个秘制酱料哦。光吃肉怎么够呢？这份泡菜猪肉汤给我安排上，泡菜汤好吃的精髓就是一定要拌着米饭吃，然后撒上海苔充分搅拌，每一口都是泡菜的酸爽和海苔的香脆，四舍五入我等于和 Lisa 同桌吃饭的，呵呵。抖音今天带你们去 BLACKPINK Lisa 超爱的一家古着店，从地铁二号线宏大入口站的5号出口出来，往前走88米就到了。我们也是看了 BLACKPINK 的纪录片才知道，宏大这边有一家这么厉害的古着店，被 Lisa 亲吻过的玻璃。来这家店逛一定要注意的几点：第一，这家店禁止拍摄，你想拍的话必须得跟老板先说一声；第二，就是这家店里面超多狠货，所以价格一点都不便宜。我们看了一下，一瓶棒球棒要480。所以想要来打卡的朋友，请一定要遵守好打卡礼节。另外，店外面是可以自由拍照的，而且拍照也挺好看的。喜欢古着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。没想到最后却闯进一整座森林的宁静，你呼吸蓝色融到我身体和海洋的痕迹。我一马骚爱比你不你一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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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呼呼呼烧气只会埋烟流是来着，掌心刻。